一顿餐多呢，我在这边那个么子了哈，早餐抢着在跳楼了呢，跳楼啊，太晕头啊，累啊，总真的也想赶到去了呢。好了，这边呢，要打尿急急啊，有么害怕在这早餐哈跳楼了呢？哎呀，总真的也是太大了，都弄大了，没办法走了呢。总裁嘞呢，没事嘞，就叫那楼了，和那老干了后呢，也烧了就买帮助买多加上嘞，都抢嘞呢。可能呢，要靠给总裁担保嘞呢，没事要都太下些么容易活。谁不么来呢？跟狗天天有，硬是呢，那样硬是呢。弄不啷个呢？喂，这应该干的别呢。还狗呢呀？我都老了呢，可能也一坐上白黑没人包，开始上场了。跟个耶，老干呢，一冷了。跟个，我都老呢。跟狗呢？我到老汉来呀！啥子菜都有呢，整了上桌呢，整嘛嘛嘛嘛嘛嘛，我当整上大汉呢。我到老了耶，跟狗了呀！哎，皮包你拿嘞，哎，拿起嘞，拿嘞。